请收看《卫星世界》阿弥陀经。十方圣地仙，大家好早，今天是咱全民念佛的日。自咱这个时段，好播上以来，每个月三十个全民念佛，好提倡着咱全民念佛，渐渐有这个观念，有这个佛法，好这个信心，好这是非常非常难得啦。真济信众大德，因为有这个因缘，大家开始念佛。我发觉咱台湾充满着一片的和谐，渐渐踏入啊！伫天顶降落的祥云，天顶降落的祝福，嘛是渐渐伫咱台湾的天顶。咱一家咧，哈，咱也感谢着龙天护法，感谢贵国先师王禅老祖，感谢本师释迦牟尼佛、诸佛菩萨、大慈大观世音菩萨的加持啊，予咱有这个因缘，好有这个因缘，只念佛啊。那么咱真济弟子，我这里是弟子啦，因是修行以后、念佛以后，真济真济的感应啊，真济真济的好对心中发。出的法喜啊，哈，唔是咱一般人所会通了解，这叫做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正道、正定、正觉。好，等下咧，咱有两位弟子咧，哈，咱就是一林中成讲师，一个咱经证师咧，哈，咧郭定武科长，哈，以这些年来大家共同修行，所得到法喜，家内和谐，社会和谐，人甲人中间的法喜。人甲人中间会当受尊重，顶顶顶顶咧，咱修念佛的人、修行的人，你才会当去体验到。啊，希望各位啊，咱大家共同参悟，共同全面念佛，相信各位大家得到共同的法喜。现在咱听因的解说。各位圣地贤，阿弥陀佛。啊，今日有这么好的因缘呢，啊，来甲各位简单。啊，讲起咱这个念佛的一面的这个殊胜，咱人生呢，往往一世人拢为着这个名甲利来咧奋斗，但是呢，咱经过大尊的这个生老病死，有一天，当咱这个肉体拿来灭度了后，那么到底咱要往倒位去？啊，这是一个真重要的问题。那么咱一般人，咱拢去甲忽略的。啊，在一个最好的一面之下呢，咱八十四年呢来接受着咱本庄门，咱禅机山神父师啊，跟随着咱师父呢来学习这个易经风水，这个入世法。那么师父嘛一再启示呢，爱咱啊利用这个时间好好来念佛，来修心养性。咱社会咧讲一句话，用兵千日，用在一时的。那么咱念佛在平常时。往往若拄到一挂困难的时阵呢，那么诸菩萨对当呢啊来甲咱加持来化解这个解厄。那么我本身呢有一个真好的经验，那么有一摆呢啊拄到这个下班的时阵呢，骑这个铁马出去。那么因为呢我的厝是伫学校的边啊尔，啊结果是真近，所以我就要转来的时阵共逆向行驶。那么伫这个附近中间有一台车呢，从那向我插我来，哦我惊一个。当然是咧，因为咱普通时咧，都拢有这个啊咧念佛的习惯吼，啊，咱就脱口啦，都真自然就来念一句阿弥陀佛。那么迄个当中真自然就冻掉的。那么我事后甲伊回想起来，迄个距离大概差不多五公分，就去到迄台车弄掉。那么我要讲这点的意思，就是甲各位讲，咱千万唔通讲这个啊临时这边来抱佛脚。咱普通时咧，甲咱的事业、家庭、身体这个注入。哦，来，这个发到好势以后呢，咱有这个因缘，应该来做一挂
回馈社会代志。那么另外就是每天爱半时间来念佛来忏悔。那么这个念佛跟忏悔一定要配合落做。如果咱干那念佛无忏悔，往往我感觉体验是效果唔是真好。那么如果呢，咱会当配合这个忏悔来做的时阵，那安尼咱才无法度来灭罪、来消灾、来祈福。安尼咱每天安尼做的时阵，甲做一个日常的功课，安尼入世法、出世法，咱拢会当圆满。啊，这是我个人的一点的建议。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各位十方善知识，大家好。我姓郭，我追随咱上皮山先不是佛门禅师，也十几年的时间啦。在这十几年中间，我会记得在八九年前，我伫北部服务的中间呢，有一个足好的朋友，人真巧，个性呢较调皮，会使讲含伊斗阵的即群朋友中间呢。对伊来讲诶，拢有感觉无法理诶感觉。那么有一个机缘呢，我含伊讲到即个念佛诶代志，那慢慢啊含伊讲诶中间呢，伊无形中伊嘛是咧接受。那我甲伊教讲，若有时间呢，咱手合掌起来，吼、哦、向来念南无阿弥陀佛，吼、哦，迄气走伊腹肚内，结果。有一天呢，伊拄啊无来上班，伊请假。但伊出院了呢，再来甲我讲啊，讲哎，足、欸、奇怪的代志哦。我这条命吼、哦，实在是去捡得来。我有一天去宜兰，等来走北宜公路呢，落大雨的中间呢，我驶足紧的，看到头前拖拉机的时阵呢，脚动一定动袂掉，看了个要弄个拖拉机来得入去啊。我怎啊雄雄怎啊嘴念就是啥阿弥陀佛。脚动啊，砸下呾，顺迄时阵啊，念出来。结果呢，是我的车西头车尾弄入去头前拖拉机的车卡，所以呢，我迄个面呢，小块玻璃刮着尔，身躯拢无啥物伤。伊转来甲我讲讲，真正你甲我教的吼，阿弥陀佛，真正救着我这条命。各位师兄善知识，咱心内脑本呢？不过是咱心肝头内底咧坐，吼，有咧咱心肝头咧坐，咱就会当保庇咱的健康、平安、事业的顺时，吼。讲这个案例来吼，大家做参考，吼，希望大家会当了解讲，发生伫咱身躯边的这个万事万物呢，拢是上好的印证，吼。今仔有这个机缘呢，为这个代志啊，介绍给大家听。希望咱大家若有时间呢，咱个较接来念阿弥陀佛，祝福各位。教育十方善知识，念佛的好处非常非常多。啊，我这一地主啊，在念佛呢，力非常的多，得到法喜。得到心安，得到幸福，等等呢，哈、哦，尤其呢，得到咱人生的真意，了解咱每个人，哈、哦，来世间要做啥，了解咱每个人来到世间呢，上大的目的是求道，求什么道？啊，求道以后有什么好处？要对倒去呢？所以我这些信徒弟子啊，哈，因拢有个人个人心灵的体验。哈拉摩啊，当然一一咧，吼、哦，和因的体验咧，讲和各位咧分享，啊，因的体验咧，来讲和各位参考。但咧，咱得要专门念佛，希望做念专门念佛，而且咧好的法喜啊，哈，咱用在日常生活之中，咱唔通懈怠，世事无常，人生无常，咱得着妙法者，咱好好爱把握，好好修持，唔通我小小啊。还有一挂只的魔将，一挂魔火嘞，干那苦多起的是啊，咱自自然然呐，哈，咱退多去，那是非常非常无彩的代志啊！哈，希望各位啊，咱大家咱全民念佛，咱现在嘞，哈，咱宁宁静静来听只同修师兄师姐，哈，师兄一人报告一人心得。首先我。
做个简单的自我介绍。我是长吉山仙佛寺普贤禅师门下的弟子，追随师父十多年来，感受到很特殊的一件事情，就是现在社会上台湾可以说大家都很注重修行，大家都有很好的福报，但是呢，每一个人要知道修行是什么，一定是要静心修心养性。而这个念佛法门正是无论任何宗教任何宗派，修行不离念佛。因为念佛第一个可以让我们叫醒我们每一个人自内在的佛性，早日让佛性发露。另外呢，可以静心虚力习力，让我们外界的妄念，念佛一心一意之后呢，一切妄念会去除。所以对这个每一个人想修行精进的人呢、念佛法门是非常殊胜。长吉山仙佛寺普贤禅师他本身也是你念佛法门得到大解脱大智慧，所以他现身说法，叫所有门生弟子无论任何修行任何法门，一定不要忘记念佛这个殊胜。普贤禅师他自身以最好的见证来请我们所有门生弟子还有有缘的同修，大家不要忽略了念佛法门对人生精进修行上有非常殊胜重大的意义。阿弥陀佛。各位师兄师姐大家好，我是叫做王金山，我要来跟大家讲一个念佛的好处。本人在民国75年跟老师结缘，在结缘这中间，我的大汉后生因为一对阿嬷去到人的工厂遐，共斗做一个工课。这中间呢，伊煞去伫迄个工课中去予机械拖着。在这拖着这个中间，伊一时的这之中去予机械拖着，但是迄个时阵因妈妈无伫咧，出去外口我入去共装迄个卫星。迄个时阵，阮太太伊着赶紧甲阮囝送去中街，在中街看到即个情形，讲你真一个囡仔，五个囡仔，你哪会甲顾甲安尼，手安尼受伤遐严重安尼？迄个时阵，我嘛毋知感觉要安怎，只有伫个教学病房之中念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安尼，一直轮流念，念到即个。第三天的时候，医生讲：“哎呦，这个囡仔手哪会安尼？感觉呢，一再较乌去哦，是毋是接了无好势？但是呢，我嘛是一直甲念佛，但是念佛，逐天安尼甲念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只有念到呢，有一天，经过差第七天的时阵，阮囝煞伫个暗时之中安尼伫遐咧笑呢。隔天早下的时阵，伊甲因妈妈讲。”妈妈，那我的手若好的时阵吼，你爱带我去山顶吼，看阿弥陀佛咯，遐拜拜，啊才来转哦。因为昨暝阿弥陀佛有来甲我看呢，所以我要甲大家报告，这就是我亲身体验到讲念南无阿弥陀佛这个力量是何等的神圣，甲伟大，甲迄个伊的妙用，这就是我的亲身感觉。感谢各位师兄师姐，阿弥陀佛。各位十方圣弟兄，念佛的殊胜这么庄严，念佛的殊胜这么伟大，咱大家有机会好念佛，现在咱大家共同来参加全民念佛。
真金色，上好功名无定论，别好婉转无事，甘无平生事。哎，宫中化佛无所益，化菩萨像也无边，四十八愿同众生。